那今天我和小五尝试的是，在核聚变上非常受欢迎的 Overcook， 就是煮糊了分手厨房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个名字的第二代。大家好，让大家看看这个玩分手厨房一代就没有顺利分手的夫妻是如何玩二的。好，然后今天我们来玩一下 Overcook 的二。分手厨房这个标记画面这帧数怎么这么低啊，这火、啊、这什么玩意儿啊，那锅里什么岩浆啊煮的。你看看厨师那个，我一代不能换脸啊，我还能换呢、啊、太假了，我们最好不要换一样的脸啊。好，然后二代画面感觉好多了呀、啊、我看不出来，但是角色还是如此胡逼，我让这牛了。那是独角兽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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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啊，这不就牛吗？独角兽脑袋上有一个角。你用老太太的，但也没别的好看的小姑娘。你用老太太呀、啊，你用老太太吧，反正以后也得成为老太太。啥也不说了啊。这什么？这是个啊，这是个独角兽啊，这是个牛吗？不是，不是独角兽啊，熊猫，小耗子。这是个什么亚洲人是吗？这是个老太太，这是个二傻子，我觉得这二傻子不错，就是他了，看着特别喜庆。我们现在开始吗？选老阿姨还行，那新游戏就好了。我想看一下他怎么控制。那好吧，其实并不复杂。我操。这这么多，这还不复杂？根本就不复杂嘛，怎么了？脑容量小嘛？这是第一关吗？嗯，是这个小车的形式。走走走。三杠二是不简单点儿？不能跳啊，这车。哎，这车能飞？是不是只有这四个钮可以用？对。开始了啊！玩了三颗星啊！今天好像已经有两组人玩了这个游戏，好像是西蒙和喜丽姐，还有老白和小五。然后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玩这个游戏呢？因为我觉得跟别人较劲是一件挺不好的事儿。我觉得跟自己较劲其实非常开心，所以这个游戏我打算自己一个人玩。哎，那为什么？这个应该这个就是做菜得到的分数了。啊，嗯，哦，他这么麻这。要分工，要分工，要分工，懂吗？先取是我呀，对，我先干嘛去？我这往哪放啊？这怎么放？我怎么放进去？哦，鱼还得切是吧？当然了，你以为？哦，怎么切呀、啊？哦，我切了，我、哦、简单。这我给谁呀、啊？汉堡。咱俩要玩汉堡好像没，不是很顺利啊。等会儿先看看，第一次玩。我在哪儿呢？怎么还有传送门啊？太难了吧！我的天啊！你变成小五了？哎，哪个是那个切菜啊？我操，这么复杂啊！按什么放上去啊？按 A。呀，完了！惊什么玩意儿？不早说！哎，我老对不准，不是按 A， 按什么放上去肉啊？按叉，按叉。加叉。不是，X。我试试外，就按 A 呀，我试。哎，拿着。不是不是，放不进去。不是，我是来切的，在煎吧。你看。好。好，重新来了啊。这不算，这不算，这不算。重新来，知道了。啊，这好像是一个竞速游戏。对对。啊。能飞，我跟你讲。啊还能鸣笛。啊，这么好玩这游戏，放在这吗？放在盘子上，放在盘子上去。放好了，我再切。放在盘子。我切鱼太简单了。哎，你这是剁好的寿司吗？米饭呢？这个要怎么办？这个怎么办？米饭是不是得煮啊？啊，还真是啊，得煮。哦，居然要煮，厉害。哦，肉要先切。你弄肉，你弄肉，我弄菜啊，然后我装盘。我切是吗？对对对，不是。你切完肉之后，然后去烤。烤好肉给你是吗？对，烤好肉你就放盘里就行了，其他的我来弄。这不是欧卡模拟器吗？啊，好，现在咱们就去。哎，哦哦，不能撞它呀。
哎，这好了，我这个好了。这是送到这放到出菜口，对。哎，简单。完全没有默契。这个我们在核聚变上如果玩成这样的话，就要被人碾压了。为什么呀？哎，他们凭什么走厨房啊？你管呢？玩太屎了啊！重新来行吗？我操！重新来好吗？重新来，重新来。因为我刚摔楼梯这事。好，开始了啊，朋友们，这是我们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现在咱们去找一个任务地点，一二四我有点难，我自己一个人玩，我觉得先来一个这个比较简单的入手，一杠二。哎，他盘子给我收走了，我怎么办呀？他一会儿会退回来。你不，我这，我，你把我，我，你可能是一个盲人。对不起，这哪有这么难？为什么他们都说难？你自己在家做过饭吗？意思行了，简单，在如此低端的配合下还能过啊，可以了，来了。第一个是全的啊，你就弄肉就行了，别的都不用管。知道了。哎，啊，哦，你，哦，还能撞下去呢，那你就逼呢，玩的还行啊，没有人洗盘子哎，你去洗吧。把肉给你切，跟家里一样，那相当真实。盘子掉地上了，捡起来，正着，捡起来放桌上。你现在负责什么呢？弄肉啊，给你弄肉啊。肉在哪儿呢？给你放盘里了，没看见吗？完了，不是结束了呀？可以，三星果然。真的吗？果然三星。哎呀，手心还汗。哦，两星，我操！最后再做一个三星。咱们去挑战一个高难度的五杠二吧，感觉应该也可以。咱俩挑战高难度过不去。这游戏好像二代跟一代比起来有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演出上面，还有一些场景的这个更改。我靠，这中间路人就这什么寿司啊，哦，海苔，鱼要切。哎，我自己玩的话，这个就是我可以切换。哦，在这儿煮白饭。他切菜的时候也能干别的呢。对啊，我可以切换成另外一个人，这样就能节省一些时间，然后这个人就永远切鱼，你就是一个切鱼大师。上菜，哎，八块钱到手，可以，再来一个，你就，哦，哎，你得把锅子给放。第二个就来了，你就接着切鱼。可以，还是非常顺畅的玩的。你看我自己一个人玩，哇，三颗星，看看，720分呢。所以这个游戏大家自己玩就可以了，不要非要叫着别人一起，很容易吵架。游戏这做什么呀？很复杂，看看。哎，我怎么把一盘米扔了？他怎么走这么慢呀？他们怎么点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菜呀？我还要做什么呀？那是什么瓜呀？那是黄瓜吗？为什么会有人吃黄瓜的寿司？盘子在哪儿呢？但盘子还得洗啊。那是什么东西啊？它为什么不能设置的大一点？这鱼得切吧？对啊，为什么那个板子上有一条鱼的？哎，为什么这鱼切不了？你煮那么多饭弄哪儿去了？你为什么把黄瓜、鱼和海，这是不废了，丢掉？对啊，请扔掉。这怎么扔啊？对。分析一下，白大厨分析一下，完了，分析个卵，有一种深深的野史感。对不起，这是什么呀？它是飞过去的。嗯，有点幼稚。来了啊！五杠二是什么意思啊？五杠二就是这关的名字呀。那为什么会难啊？我们先试一下啊。没有传送门，看看是干嘛的？还是做汉堡啊？有做别的的吗？关吗？那不玩这个了。来个难点的，来个难的，一个二非常顺利啊！我们做了这个寿司，然后现在进入这个竞速环节。竞速，大威啊，你上来，快！你看，翅膀。哦，还是一个科幻赛车游戏，有点幼稚。试试一杠四，这是什么啊？也是做寿司吗？你看，又是三星。这游戏根本不需要别的玩家，自己一个人玩非常开心。你看笑的下边，就特别开心。枸杞，他怎么到第六关？他应该是有分支的，就是说单数是做某种食物，然后双数是某种食物。
还能扔啊？你看不能扔锅的。我操，有动画，我感动。为什么在热气球上？高级。我在哪儿呀？哦，我在这里。我现在干嘛呀？哦，这是什么瓜跟瓜和番茄？跟什么乱七八糟？操！你怎么带着火走来走去的？我灭火器，我没有灭火器了，怎么办？那就是没有灭火器，那怎么办呀？自求多福喽。哎，它有火怎么办呀？等火灭了呀，把你还扔出去？对不起，我操的！对不起，对不起。等等，浪费食物是可耻的，我把它捡回来。啊，我丢下去了。我的妈呀！把盘子给我。我做了什么瓜我也不知道。哎，总之你就先扔那里吧，盘子请在水塘旁边取。好。好。哎，他挤我。是这样的。我下去了。那怎么办？祝你早日成佛。啊，你回来了，对对对，一会儿就回来。哇，人生好艰难，哦，怎么还下雨了？哇！我等等，怎么炸了呀？哎，继续。落入了餐厅，哦，还行。请。我在切黄瓜。随便了。我这还行。哪里还行了？还可以，还可以。你从哪儿读出还行的？你看，我们刚做了四个汉堡。你走不过去的那边，就人生有什么其他可突破的地方吗？就玩这个，体现一下咱们俩的配合，和睦厨房，并不分手。得了吧，玩完这关立刻分手。必须要刷是吗？我来放那个汉堡，你来煎肉，还是刚才的流程？那你谁负责盘子呢？盘子你负责，盘子你负责。凭什么我负责盘子？我光弄肉弄不过来啊！哎，我肉放哪儿啊？没盘子。搁桌子上扔地上都行。那我没锅呀，你把锅还回来。是。这肉放在这灭一下火。哎，我知道，我现在去了呢。你把那个肉，给你放那儿，你自己烤啊。盘子，好好给你洗。你就灭火吧，我就自己来干吧。哎，那个肉来了，我操！放盘子上呀、啊！那我这完了，刚灭火了。你可不就灭火吗？我煎肉啊！你别煎了。为什么呀？那么厉害呀、啊？还有火！我操！哇塞，哪是分手厨房啊，这是分手火堆吧，这是。给我解救一下。赢了吗？没有。一颗星都没啊。这关谁玩的一颗星啊？哇，这个很明显是有点难。我这儿也顾不了那么多人。哦，快。我这厨房为什么还老着火呀？这别着火了，我妙计了。你别着火了，你灭个火，你就灭火吧。啊，太忙了。哇，你一个人还能过关呢？哇，这游戏你说需要别人吗？根本不需要。你想都玩到5-2了，都一个人都能过关。对，你看看。落下来那个是3。所以说这游戏根本不用和别人一块玩，你自己玩是最开心的，你也不会跟别人吵架。我跟老爸打了一下午才打完。你看看吧，我觉得也差不多。我这个最难的都过了，就这种我已经都不屑于挑战了。我们今天如果能把3-2过了，我请你吃汉堡王好吗？好。我觉得这游戏不用两个人玩。真的，就这个凭我这个亲身示范来看，我觉得这个游戏一个人完全可以玩，而且可以玩得非常开心，跟自己。对，就根本不用跟你边上人来吵架什么的。从左边过来，从左边过来，左边，这个门。先煎牛排。This one，谢谢。你再不出菜的话，我们要被。你自己玩就其乐融融，自己的左手和右手，左脑和右脑的配合。对，然后。虽然我刚才玩的这几个关卡可能没有那么很明显的进步，其实跟上一代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我刚才在录之前我试玩了一关，我发现那个
这热气球啊就会从天上掉下来。要洗的。脏盘子那着火了。要洗的是吗？对。我来洗。然后就各种演出什么的，从天上掉来之后就，然后就开始去做别的了。原来像个西红柿。我什么情况？这还能哦？我操！啊！惊了！还有这样操作呢？我去洗盘子啊，去。我觉得这个改动还是很不错的。哎，这个竞速环节我一直非常喜欢。对，但是我没有玩到，非常可惜。所以还是很推荐大家去试一试这款游戏，但不要跟别人一块玩，你就自己玩，真的。你跟黄瓜，对，放啊！放不进去，没什么意思。哇，这还三星呢！天哪！因为我上了好几道菜。可以。不来了。嗯。够了吧？够了。好游戏。挺好玩的，那得来吧。你看我自己玩的如此之幸福和开心，行吧，我觉得也就差不多这样。这有面包，那这个面包怎么那么丑呀？它是面包怪物吧？你看，哎，这么恶意吗？这是什么呀？这最开始的呀，菜花王国。好的，结束。好，感谢。拜拜。